少年卖信心，老人卖信心丢呢。但是咱老人也是叫 angry old man 就变作 grouchy old man。但是我唔忙在做的哦，岁数拢差不多啊，加唔济。但是千千万万吼，这比人变作 grouchy old man， 爱变作什么 angry old man， 上好都变作 angry young man， 才另外出来感受。但是我听到某人在演讲吼，好，我想起也想无到，只个名词来描写讲，这个英文方面，我想起相关的英文，还是相关的用语，想袂起来的，哦，意思就是讲，刚开始，对台湾即卖危机，伊讲是媒体危机，当然伊嘛是讲政治危机啦。啊，虽然知影台湾即卖问题足多，危机足多。我吼已经算是本来是竞争啊，虽然 angry old man angry young man 吼，啊知影吼最近一寡建议讲吼，老人啊袂生气吼，身体较杂歹咧。啊，万一唔是安怎咧？你若讲为着要输你个代志生气，唔通为着输你代志生气，唔着一个锱铢必较，迄款代志生气，伊爱为着。你活在社会的公义和公平，咱台湾的未来前途，受气才对。今天，咱台湾有政治上的严重的政治危机。当然，媒体危机是政治危机的一部分。啊，你是讲嘛？好，如果咱台湾人吼，也是讲欢迎，也是欢迎。因为通知三年，大家保护，感觉虽然有些感觉，但是咱也有啥物经历的。因为即摆台面关心的就是，即摆选举哦，足热的，尤其地方委员选举热的，哦。啊，我唔能讲小英安尼又转来，受到遮尼大个鼓励，后摆都甲你转来了后去日本，即个台湾日本，佮转来了后开始新的阵营，新阵营。但是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讲吼，人人的危机，人的危机，因为吼，不管做人的关系啦，三月十日了吼，我变作一个 angry young man 了吼，我感觉讲吼，我是对爱出来讲话啦，因为吼，33年前吼，我都开始反核了。33年前，我就写一本书叫做《反核》。是为了反独裁。迄个时阵，我外地翻译时阵，无 internet 的呢，有 internet 那么我都利用，收贵收慢，哦，嘛不要紧。迄资料我做乌白，但是我嘛应该翻，应该讲。目的当然是吼，反核是为了反独裁，唔是啊，政治独裁呢。我个翻译是一个科技独裁。科技独裁，你要知影讲，什么人摕到科技的权利，什么人都会摕到政治的权利。你要看台湾的过去的史，就是安尼是，今物嘛是安尼是。但是你的时阵哦，技术性在变，国家在变哦，咱拢变哦。伊都甲你红心啊，甲你敷衍，甲政治人管，讲起有咧无是啥个。但是我今日要甲大家讲，唔是按技术性的观点来甲大家。我唔能讲透过一个按人的观点来看，透过生命的价值观来看，来看咱是安怎应当对人民感受到是正确危机啊。所以我今日是要予大家看见，就是讲，咱唔知爱协定那个手就准备出错。我知影在座有一个刘博士是协定的专家。台湾专家，但是我今日是你，唔是讲特别讲技术的问题，特别讲人的信仰的问题。这个特别的问题吼，它是千变万化啊，错综复杂。万一什么案子会较多咧？我今日跟大家讲就是讲，
你唔知啊，下十年八年的危机，哎，是关于翻山的山，以前你万里石哦，有几人项代志，咱嘛无啥清楚，啊，唔想我无清楚，全世界八年十年八年的，嘛无啥清楚，因为历史哦，有最最的政策甲技术，要不才有今卖钱。大概运转越平嘛，运转越平。讲第十个，但是我是手吼，实际上唔想管理管理科技啊。对我来讲，伊是发展中的燃料，是用一个铀燃料。啊，但是将本身的铀燃料经过分解了后啊，以生生产各种各种的同位素、核能、核种的同位素足多啦。即摆我无时间甲你甲伊讲，伊讲不不破了。三二三七，伊个汤奈半衰期是24700年，原则上理论上一回家无水无毒，哦，爱25万年啦，哦，啊，佫一个思想，思伊半衰期30年，你讲伊模型嘛，至少要300年。上少也是差不多30年，上少的就是 I-9-1-31-13年，伊是八天的，所以今天是来讲，我来拍照，特别我哋手术过程来讲是吃碘片，哦，是碘片吃片。但是今天我还要来讲就是，就是讲你台湾发电了啊，用核能发电了啊，你规个台湾。的问题就是笼罩在核能的阴影之下。今日咱连发过车路宝的发电的事故，我个人嘛是1986年发生了啊，我也不是到开始我唔敢去。1996年十年的处理电厂，我家己走去车路宝去看，在我内面核试也核试发生事故所在地。Ukraine 那个是那个是苏维埃人当的时阵，伊看遐的病人，看受伤以后的一个处理的过程。各位，要创建有 uranium-235 吼、哦、是伊的燃料，但是你提到这个 uranium 呢，这问题块就去开采啦、浓缩啦，变做一个。ALK， 叫做 ALK， 是做一个弹丸，就是 pellets。然后呢，看到这一块吼，伊个燃料弹来面啦。啊，第二对这个燃料弹就是从这种一个叫镁，啊，一个铀燃料坑里边，啊，个坑里吼内面下一个反应过来，啊，会开始分解，发觉蒸汽推动涡轮，推动发电机，发电机产生。哦，但是这个地点，这前头的地点是 uranium-235 的 pellets， 哎，不是，费用真多哦。修土因为要发生这产生这 uranium-235 啊，这修土也是生产足多。但是大家拢安全啦，哦，我今日就讲，今日是全世界讲安全是深度反对，连多连地道是啥物道，就是。反应炉嘛，吼、哦，这反应啊，那个反应，第一道就是第一围堵炉，上边道就是第二围堵炉，啊，所以三度围堵炉，哦，所以不管以外面烽火，原来是所有所有的核能电厂发生的事故，拢唔是甲技术性、甲硬体关系，拢是人为啊，拢是。今天是在讲Fukushima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拢爆炸。但是爆炸吼，唔是早期我了解，下面我哋只能发生事故吼。上严重的代志是啥物？就是熔炉啦，没有大，就是没有大。但是今天是吼，刚刚你讲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拢熔炉哦。第四吼，因为你已经是你要停修，所以把迄
咱要帮侬体验，按白日来体验，那个坑的一个所在啦，就是说用过咱要帮词，用过咱要帮词，这上严重哦，就是农奴啦。以前我开始讲，说我讲上严重农奴啦。